那么大家好，我们大家继续来慈悲。那请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诸佛妙法贤圣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愿我所修诸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愿诸有情俱乐俱离，愿诸有情离苦集苦矣。愿有情不离苦之乐，愿有情离亲疏惜贫等。一心祈请东南火神君加持，一心祈请此地地神母借地做功德。嗡嘛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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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是农历十四，是六斋日、十斋日，我想很多菩萨都在静静的修福报。那今天在世间法二月十四，他们叫情人节，但是佛教却讲一句话：有情皆苦。但是佛教也说，感情，世间的感情是慈悲的来源，慈悲的力量。所以世间的感情透过智慧的净化、平等大悲的培养，变成佛陀的感情大慈大悲，那就是修行。那简单的说，没有世间的感情，就没有办法培养出成佛度众生的大慈大悲。所以要透过佛法的智慧来净化啊，就像不干净的水透过了一个修行的机械的各种的净化，可以把不干净的水变成了清净的水。所以这个叫修行。有情皆可成佛，为什么？因为有情，人类都爱子女、爱父母，所以各位有可以由爱子女、爱父母推广为爱众生。所以希望大家以爱自己的方法来爱家人，以爱家人、爱亲人的方法来爱别人，以人类爱所有人类的爱来爱所有的生命，猪啊、鸡、鸭、海鲜、牛，进一步爱所有的法界一切众生。所以爱自己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爱护自己的佛性。所以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爱佛，既然各位有了信仰，不管你信仰什么样的宗教，你一定把你的主神、你的本尊成为你最圆满的爱信仰。所以我们要念佛、念心、念众生，以爱佛陀的方法来爱自己，以爱自己的方法来爱家人、爱众生、爱世界、爱法界。所以愿全天下有情皆体悟这个道理，把自私的感情变成平等的大悲心，而广修功德，成就圆满的爱，佛陀的圆满的大菩提心。那各位，我们就可以像十方诸佛乃至阿弥陀佛一样，真正有能力去爱众生，让所有的众生来到你的佛国净土，到那边得到佛的爱，让我们断烦恼，证得无生法，让我们培养大悲心，不退菩萨为伴，让我们愿意学诸佛一样，怀着智慧与慈悲各种能力，导驾慈航来普度帮助众生。所以现在我们又来大烟供施食，所以希
希望能够让各种的众生减低痛苦，得到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众生，所以以这样子学习佛陀的爱慈悲，也消除了自己自私感情、自我中心的我执。感情是苦，我执更是烦恼的根源，能够净化。就像我们这两天常说，阳光可以把我们的冰块消除掉，所以我们升起的对佛乃至对众生的悲心，那我们的自私的冰块就可以融化变成甘露。那今天我们一样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食物、药物、黄金珠宝，那各位一样在你的家里住处随缘准备一点点米啊、水啊都可以，牛奶啊、饼干啊，乃至刚好你家的姻缘附近可以做一点小小的烟供啊，药师烟供也可以啊。大家一起慈悲连线，万人共造善恶因，每人皆得善恶果，而且把这样子的善的果报来供养所有有情，希望他们生生世世感情和谐，透过感情体悟真理。因为你不爱众生，你就不知道佛陀为什么要成佛。学佛爱众生，所以佛陀出世，经典说了，为了度父亲，那也是爱；为了四个理由，第二个对，为了度母亲，那也是爱；为了让众生能够发起菩提心，那真是真爱；让以发菩提心的永不退转，那是为他受尽。所以，愿大家把握，大家都是有情众生，有情皆可成佛，有情皆可转化为大慈大悲。透过身心因果，而且了解空性，变成大悲的修行方式，来广修福报，帮助众生。所以每天每天，我们有各种的场合，所以希望能够各尽所力。当我们大家随喜，每天每天这么多菩萨居士，大家做各种的修行，参加法会，念佛诵经持咒，天天各位在家里可以供灯、菩提心灯、供水，上供下施甘露水，拜忏，供养食物、供养水果，各种，包括这么多菩萨，我要特别赞叹。明天我们大陆的菩萨还要放7亿只的水蚯蚓，合起来就170多亿了，再加上之前放的5亿多，还在增加。小河虾，明天圆满就180亿的众生，还不包括大家一直放了各种大鱼、小鱼、鱼苗。最近我也看到他们在救猪、救牛、救羊，所有生命对我们来讲都是父母，所有生命对我们来讲他都可成佛。所以众生都是累劫过去父母，我们要报众生恩，而升起慈悲心来救护他。而且众生皆有佛性，所以透过帮助众生、亲近众生、跟众生结缘，让他了解众生皆有佛性，你也可以成佛，我也可以成佛，一只猪也可以成佛，一只牛、一只羊、一只鱼都可成佛。所以透过佛力的加持，念佛就是希望让众生都成佛。所以每天各位都要念三皈依，自归佛，让自己归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我们皈依佛就是承认自己有佛性，而愿学佛，发起各种的大悲愿，而让自己让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当愿众生也可以体解真理大道，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发起最圆满的无上心，就是成佛的菩提心。所以自皈依更要引导众生皈依，所以愿菩萨不分在家出家，大家都可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朝着发菩提心的方向来医治所有的善知识，何难慎重。为了要圆满这样的悲心菩提心，那各位要深入经藏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了解因果，了解经典，体悟万法毕竟平等，万法真实相，可以承办一切，又超越一切，因无所住而升起大悲菩提心。所以各位要按照阿弥陀佛要我们做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一起来不断的努力。所以网络时代，大家天天都可以看到社会各种的痛苦的事件不断的在发生，所以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变成我们的事情，每一个受苦的人都是我们的父母最爱，要升起这样子的自他平等，进一步承担他的苦，自他交换众生所有的快乐，我们都随喜，也发愿愿所有众生都得如此快乐，这叫慈心。众生都在受苦，我们发愿愿他的所有痛苦我们来承受，愿我们精进努力，大家广修善业功德，来全然的供养对方，这就是修行。所以各位几乎每天我们都短短的半个钟头互相鼓励，也不断复习，也都大家不断的用这样子的正确的发心心态，深信因果的空性，平等难忍努力付出的大悲心，愿自己愿众生都成佛的菩提心，以这样子的圆满的发心，广修功德，广修波罗蜜，各种因缘都是修行的助缘，快乐愿众生的快乐，痛苦烦恼愿痛困痛苦烦恼让我们更相信因果，替众生忏悔，承担众生苦，转为成佛的菩提心，转烦恼为菩提。所以世间的一切你所知道的都让它成为佛法的修行，所有的痛苦烦恼都成为成佛的菩提心。各位所听闻的闻思修的各种佛法都融入你心，成为一个真正解脱菩萨的修行。所以这样我们来念佛诵经修仪轨，不持三宝，不分在家出家啊。所以我们早上此地还在下大，我们下午要来这边做烟供，不用，不但比较凉快了，还出太阳，这个时候出太阳了，所以这个叫佛光普照。那么不动如来，那么杠杠杠杠，弱者弱者，坐啥坐啥，站啥站啥，站地上了站地上了，上我干嘛？巴拉巴拉拉没，上我是不能做，说哈。所以出太阳变佛光，下雨变甘露，有声音。比如说刚刚各位听到风的声音，还是听到动物在
痛苦的声音，把他的声音转为佛在念佛，南无自寂如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转化一切。然后呢，很多菩萨都随喜他们的勤劳，不退转，天天来奉献。哦，大家出钱出力，买了这么多的食物，更要感恩有这么多菩萨护持，乃至专场包场，这么多的食物甘露。所以现在有网络，大家可以不分国家地区不断的连线，大家努力。虽然我们这边是白天，在欧美地区是晚上，也就是说不分白天晚上，大家都在慈悲。所以我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只要看到这些做功德做善事，特别在烟供点灯的相片影片，我们就把它放大随喜啊，就等于你正在做这个修行，来为他念仪轨也好，嗡阿哄也好，扩大啊，在非洲做的也融入于在你的地区。所以任何一个功德，各位都知道了，经典说我们做完的善业，如果回向法界众生，回向成佛，那这个善业就永远骗虚空骗法界的存在，尽未来际的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善业，我们都随喜啊来回向，变成菩提心。任何一个众生的恶业，我们都来承担，替他忏悔，来消除我执。所谓的恶业，那就是身口意的十不善业，去伤害到众生。那这些恶业都是来自于无明我执、自我中心，不了解空性，不深信因果，没体悟是圣体。所以各位不要怪对方，他非即我非啊，别人的无明造恶业都是我们的过失，同体明大悲。所以我们要感受承担所有众生的一切痛苦，这才叫大悲心。我想做父母的看到自己儿女做坏事，父母心痛啊，痛。所以如果懂得佛法，那我们来替子女忏悔，帮他多修福报，比如供水，水能够消业障，供水施水，我经常天天这样做，天天这样鼓励大家一起做。所以越多人拿这个世界就像不断的在洗干净一样，大家一起为了世界众生同来努力。所以每天我都摆着花，供花，变整个世界都变成莲花世界，诸佛的净土。供牛奶，所以供养诸佛，龙王护法三神唤醒所有乳牛产奶的动物，所有妈妈，所有胎儿，特别往生的六道胎儿都可以离苦得乐。所以供养声音，哦，现在有飞机飞过，念所有声音都变成佛号的加持，都在念佛。所以甚至各位在家里可以自己敲法器帮助众生，敲木鱼断嗔恚生大悲，海鲜水产得超度啊，敲银磬敲钟断烦恼发菩提破地狱，听即解脱，听即超度。所以声音就像你讲话是个声音，如果你用佛心讲话，就是在念佛劝人修行；如果你用贪嗔痴，那你就要造恶业。
所以动机、念头决定一切，所以我们要保持清净大悲的念头，说不离菩提心，这样来利益众生，大家就不断的一起这样来努力来过日子。所以你把你的修行、你的工作、你的生活都调整成正确的动机，你开计程车，哎呀，我这一部车代表十方诸佛的净土啊，我里面车子上摆了一些经典咒语，偶尔放放佛号，让坐在这部车子的人都得到诸佛的加持。我车子轮子在动，那这个都在转法轮啊，在普度众生。我车子上的水冷气水滴到都变成大悲咒，也祝愿每一部车子都开车平安，每一个开车子做生意的都能够做善业满愿，每一部车子在跑都跑在八正道菩萨道上面。那开车开店做生意，生老病死快乐跟痛苦都在修行。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发愿承担众生所有的痛苦，特别今天情人节，大家发愿愿世界所有众生的感情苦我们来承受。哎，你可能会感受到心情很不好，这是好事。哎，你真是发愿，你就感受到众生的苦。特别有些菩萨经常跟我说，哎呀，他自从施食以后，学会施食以后，哎呀，经常他这样感觉到肚子饿，或是真的有鬼道众生一样，那而且感受到他们的饥渴痛苦。那我说这个叫修行，修行就是息息相关，因为儿女生病妈妈心痛啊，妈妈才会积极啊。所以所有的菩萨为什么要修空性，因为他随时都升起承担众生苦的悲心，感受众生苦的悲心，所以他必须用空性来超越，但是又不离痛。我想就像有一点，各位打针吧，打针会痛啊，但是你知道这个针是对你有帮助，你当然愿意了。所以这个叫智慧的超越，空性，空性不是没感觉，那没感觉那就离开众生了。所以我们永远都有感觉，感觉众生苦，更感觉佛菩萨的苦。佛菩萨苦什么？佛念众生，佛意念众生，就像妈妈随时都在意念受苦轮回的小孩。所以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只要意念佛，就得佛的加持，甚至将来就可以往生净土。所以修行好像有点苦，但不修行更苦，不修行永远在轮回里面，甚至堕落恶道的苦。修行呢，虽然要折服自己，要被诽谤被伤害，要体悟众生烦恼，但是这种修行苦可以让自己更谦虚更惭愧更精进，乃至最后你成佛了，那你可以承担所有的苦，在苦里面不退转，如来在定中啊，定众生永远保持在接受苦难普度众生的状态。就像释迦牟尼佛视线过去本身在苦难里面不退转普度众生，成佛以后更是千百亿化身。所以很多人都在讨论，那千百亿化身佛在哪里？哎呦，那些伟大牺牲自己的各种友情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啊，而且故意在苦难里面不退转。就像很多宗教的
这些祖师、宗教的这些圣者，不分天主、基督教、佛教，各种宗教，都很多人都被他们的这些神明、过去的圣者感动，为了去传教，被火烧死，太伟大了。这鼓励年轻人不怕苦，因为这些祖师、这些圣者都这么伟大，大家还找到生命的意义。死亡是必然的，但是保持一个正念，能够为众生奉献，这种死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对每一个圣者、菩萨的化身，他们乐于死亡，甚至超越死亡，但是也知道做人的意义，把握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这样子的奉献牺牲。所以各位，在我们在为众生所修的各种福报都是要用钱买，但是这也是一种布施，花供在佛前最后会凋谢掉。我们做烟供、放生、施食都要花钱了，但是这些食物化为甘露了，这些动物恢复自然了，或受到保护一辈子了。各位要不断的修福报，世间太苦。当然最究竟的福报是你有一个净土，那你可以让无量无边的众生发愿投胎到你的净土，得到你的教化感化，得到你的功德。但是为了如此，各位一定要奉献牺牲。就像阿弥陀佛，各位都听我讲一个故事，他在斯里兰卡变成很多鱼，让当地抓不到鱼的人吃它来跟他解鱼。后来村长首先三个月前往生了，突然变成像神一样告诉他们，他现在在阿弥陀佛的净土，因为阿弥陀佛接引他，所以你们所吃到抓到的鱼都是阿弥陀佛示现。不信的话，你们去看鱼骨头摆的地方，因为他们抓到大鱼，所以鱼骨头丢在一个地方，这鱼骨头都变成莲花。所以每一个佛菩萨、每一个爱众生的圣者都是这样牺牲自己成就众生。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辈子努力赚钱，都是为了传宗接代，很多动物也是这样，生完小孩来这排完卵他就死了，为了下一代。所以佛菩萨是我们众生的父母一样，来各位用这样的心来修行。当然有人会说，大家讨论，哎呀师父，我命运不好啊，婚姻很痛苦，离婚如何如何。我说你不要这样想，这是我们的业，消业障了啊，感谢对方。如果我们过去欠人家债，那为什么不现在赶快还一还呢？所以各位要忍辱，透过这样来修行，修忍辱，修无我，修悲心，又祈求三宝加持，所以一切都会化成修行的资粮，这才有意义。千万不要白受苦啊，也不要怪别人，要怪就怪自己，我们自己的无明爱染造业，才让自己受苦，更让别人受苦。你自己都觉得那么苦，那别人的苦我们更要想办法替他忏悔承担，进一步引导他。所以首先各位要包容原谅，引导他也能够离苦。就像我们凡夫都是佛菩萨替我们承担，还引导我们，佛菩萨永远不舍弃我们，将来修行。那我现在也利用短短时间，刚刚我已经念完甘露施食的
前半段。那现在从开烟合咒灭定业，观音菩萨立业障，三昧耶念十咒甘露水普供养念一下，那大家也能够尽你自己的力量，给您是香也好，水啊米也好，大家都来修福报。那现在大家拿一杯水，拿一瓶水都可以，无量水都可以啊，用这个水为所有众生上供三宝护法三神，下施六道冤亲债主。水是如此，花也如此，灯也如此，食物也如此，大家都这么做啊。随有八德，为诸众生供养十方，着诸恶业，六道清凉。嗡、嗯、啵啵地地切多利当胎多耶。各位，当然你可以念浴佛偈啊，啊，你在为众生浴佛啊，甘露水真言啊，药师咒啊，啊，滴水功德啊，就这样布施啊，然后观想这个水化为甘露，融入在整个法界，遍满甘露，让所有众生离开饥渴，升天升净土。嗡啵啵地切多利当胎多耶，那么娑罗波罗当娑罗波罗波罗僧。阿波和阿摩的妹妹和阿摩是多的说哈哎，甚至念发财咒，嗡贝玛多达阿赖耶张巴拉悉奈呀，嗡贝，哦，水代表财，阿摩的妹妹红神，阿摩的妹妹红神，阿摩的妹妹红神，嗡波波的切多利当太多，那么娑罗波罗当当娑罗娑罗波罗娑罗，来娑罗萨婆诃，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嗡摩罗摩林陀林萨婆，嗡摩罗摩林陀林萨婆，嗡摩罗摩林陀林萨婆，观音菩萨灭业障咒，嗡阿罗罗尼萨婆，嗡阿罗罗尼萨婆，嗡阿罗罗尼萨婆诃，三昧耶神咒，嗡三昧耶萨埵诃，嗡三昧耶萨埵诃，嗡三昧耶萨埵诃，遍十咒化为无量无边的甘露啊！各位就哦，施食啊，撒米啊，点烟供啊，然后大家都连线啊，我们现场在大做功德了啊，来。那么少我当来多，我那这上不来上班。那么少我当来多，我那这上不来上班。那么少我当来上不来上不来。哦，甘露水，那么少了多来当当，少了少了不来，少了不来不来。上不来喝，哎，不是牛奶，给所有胎儿、小动物、小 baby， 啊，六道都有 baby 哦。特别希望所有母牛产奶的动物，乃至所有母亲，如果受苦都能够离苦。娑罗波罗僧伽耶多耶达僧多，嗡娑罗娑罗波罗僧伽耶多耶达僧多，娑罗娑罗波罗僧伽耶多耶达僧多，娑罗娑罗波罗僧伽耶多耶达僧多，娑罗娑罗娑罗波罗僧伽耶多。不施药，啊，各位点药供香，我们现场准备了很多药粉，而且特别中药店买了，他们都会一直不施啊，来参加的也会自己就带自己很好的中药。来跟众生结缘啊！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波罗波诃的水耶那他揭多耶那罗帝，三藐三菩提为大智度，嗡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娑摩揭谛娑哈，大帝耶那贝干揭贝干揭，玛哈贝干揭啰那三摩干揭娑哈，阿耶耶那娑摩诃迦耶耶那娑摩诃迦耶吽，阿耶耶那娑摩诃迦耶吽，罗得鬼神众，摩金斯如供，持是遍十方一切鬼神供。唵嘛呢叶娑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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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叶娑唵嘛呢叶娑哈那么萨瓦达那个达白耶比丘摩诃比萨瓦萨迦摩诃比萨婆那那伊玛嘎嘎那抗说哈，我在这边要非常鼓励大家多买一些米，啊，像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三十包大米，他们就在附近的啊空地花园撒米。附近的居士说，以前没有鸟，现在鸟好多，他们好快乐。因为这附近本来就比较少住家啊，然后那些米啊，哦，麻雀会来吃，斑鸠会来吃，八哥会来吃，啊，鸽子会来吃。你能够准备各种不一样的饲料，还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些鸟类会来吃。那撒下去的时候，先观想无形的先吃，对不对？啊，嗡啊吽，还是辨识咒，再来给有形的吃。那我想各位现在讲。广结善缘啊，布施食物得到各种的功德，身体有力快乐长寿，气色好，口才好，众生欢喜。那经典写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对待众生怎么样，你将来也不得不得到这个好的果报。
这是我们修菩萨道所有的善业果报，干嘛？就是要回向给众生。就像你做儿女的，替爸爸妈妈布施药，哎，希望爸爸妈妈健康，希望替爸爸妈妈布施温暖的衣服，爸爸妈妈不容易感冒。你做父母的，用儿女的名字替他布施钱，希望他发财；替他放生，哎，希望他健康；替他印经，希望他很会读书，抓到重点，对不对？替他广修功德，还希望他有福报。了解这个道理，原来我们所做的任何善事都可以回向，也可以转对方的恶业。只是我们修大乘佛教要回向平等，都回向所有化界众生，希望他们都能够离苦听闻佛法，修行往生净土成佛。那你能够这样，那力量更大。简单的说，先回向法界众生，再回向你自己的亲戚朋友啊，或是你的善愿啊。如果叫我们说，哎，通通回向给众生，不要回向自己，有人就做不下去了，对不对？但是没有问题，为了你儿子会读书，那你可以去帮助所有小孩读书，甚至印经典，回向给所有小孩子都会读书啊，所有人都看到经典，然后再回向你的小朋友啊。所以除了帮他消业修福报，所以各位每天听我讲这么简单的佛法的道理啊，就是如何去用，那我们生活就忙碌了啊。最近我们又发起要很多人要做出家人的鞋子啊，出家人鞋子除了七世不用下厨房，梁武帝这么说啊，那个宝智禅师，然后呢生生世世环游世界。哎呀，出家人穿着僧鞋干嘛？他要去参访善知识啊，要朝四大名山，哎，要去普度众生，那你就得到这种功德，哎，便宜，脚又健康，所以一发起，很多人要护持啊，啊，所以放生大家护持，点灯大家护持，供水大家不但护持，你自己做了更多。希望你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为你的楼上楼下附近的社区做。所以我们在家里做的，那你要观想家家户户都同享功德，每一个人有形无形众生都同享功德，爱扩大。今天是情人节哦，所有众生都是我们最爱的对象，各位把爱扩大到无量无边，你就没有自私感情压力的痛苦，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那么说刚才我们上不来上班，那么说了不能当当，说了说不能别人别跟着，别跟着马，别跟着让的上不干的说哈红王红，哎，布施你的血啊，哎，而且各位可以拿面包做多玛，做多玛布施血啊，布施身中血，跟众生结缘啊，摩尼贝贝摩尼贝啊，摩尼贝贝红红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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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各位经常去买这张一包一包的小饼干的饼干。为什么我鼓励大家这么做呢？除了施食啊，比如说我们一般传统有家宅五神啊，五方五土龙神啊，啊，所以过年就有送神日、迎神日啊。那每一包饼干，那除了供佛、供护法神，各位要供门神、供灶公，啊。供浴室里面的乃是洗手间的神明，甚至你很慈悲摆个牛奶供所有小动物被堕胎胎儿，乃至你又摆了一个动物的形象，所有的动物我都给你食物吃，给你饮料，给你牛奶，各位你要把你的家里变成道场，那你每天啊哇可忙了，那很有意义啊。十法界我们都供养各种众生，上供一切诸佛菩萨阿罗汉独觉圣者啊，也供养天人护法，让天人护法也发菩提心，就我们叫斋天呢啊，然后供养阿修罗道所有人类众生，然后鬼道地狱道动物道，包括刚刚讲家宅五神，所以一包饼干不够哎，然后这些饼干像我都买很多，每天啊买了供完以后，隔天一两天收集，今天要做烟供，又带来下施，好不好啊？啊！而且我知道有些流浪狗
喜欢吃这个饼干，有些鸽子有些鸟喜欢吃那个饼干，久了你就有经验。各位，有钱真好啊，用小钱做大事，做发菩提心广度众生的缘分。一包饼干我经常要请人家有空边念佛边捏边捏啊，不是小蚂蚁，任何有草堆树下比较干燥的无量无边的蚂蚁昆虫，特别蚂蚁，你隔天就看全部吃光，哎呦，生命之法喜啊，就像妈妈把饭菜煮好了，儿子都把你吃好，不但吃好还把你碗洗好，多欢喜啊。所以希望大家这样子来施食啊，那当然你要念什么咒都可以，三宝加持都可以的，也有专门的智慧流心咒让他们吃起解脱啊，也有化为轨道可以吃的，各位都会念的辨识咒，也可以化成药的药师咒，那你都不会，你就帮忙后请观音菩萨加持。所以慢慢你了解众生，各位，原来什么食物就可以接引什么样的众生，像我有时候会放一些米，摆久了就长米虫，然后就给它移到安全的啊，让这些米虫啊吃到这些米，然后将来他们就生生世世脱离米虫的果报，一样帮助众生。那有居士问我说，他在捡蔬菜的时候里面有虫，那你就把那个菜就布施那些虫嘛，放到公园的地方，就是给他们吃，让他们自然吃到完，因为你的悲心，这些虫一定脱离虫的果报，畜生的果报。就像各位常听我讲报恩七天的故事，佛陀一次带整个僧团啊，大家很冷啊，跟现在一样，哇，又下雨又冷，没东西吃，没地方住。结果有一位大施主，佛陀说在前面走，大施主会给我们住七天，哎，给我们住，给我们很多东西吃，大家就高兴了。住满七天以后，天气还是不好，大家说不要走嘛，这个施主这么发心，他会再过我们几天。佛陀说时间到了，走吧。那阿难就不信了，大家走了，他跑回去，那个施主为了门关起来了，不让他进去了。那阿难就回来问佛陀，怎么会这样呢？佛陀说，过去啊，无量士他在洞里面修苦行的时候，有跳蚤，对不对？在吃他身上会痒，他就很小心的不把衣服脱下来，绝对不伤害跳蚤，找到了，然后跟跳蚤说，哎，我在这边打坐修行，我帮你找一个好地方，最好是有东西吃，哎，我把功德也回向给你，然后就找到一个很死了很久的一个骨头，还有一个洞，里面有一点骨髓，他把这个跳蚤很细心的放在那个骨头里面的洞，那一只跳蚤啊，在那边七天七夜，然后苦行者佛陀又把功德回向，所以跳蚤就脱离痛苦，投胎善处。所以那佛陀说，那个有钱人就是那只跳蚤来投胎的，所以我对他好七日七夜，又回向给他，他现在也供养我们七日七夜。各位，你看一只跳蚤来，所以各位，你每天所修的功德太大了，你可以到超市有买卖肉的地方啊，他们卖牛奶啊、鸡蛋啊、肉啊，你都给他回向啊。你不方便出门，像疫情，你就看网路就知道了。把那个相片打出来，各个地方有沙叶、有屠宰场、有餐厅了，回向给他们，甚至用观想的帮助他们，嗡啊吽，嗡啊吽。所以我就会学了各种的佛号啊、咒语啊，加持进去啊。你念多宝如来，像这个花，每次我们都大家共修完，这个花有加持力了。我经说这个花能看到、闻到、碰到，他就得到法会的功德来消业障啊。那每次都跟很多居士结缘了，希望他家里也充满了大家所做的共修功德啊。特别这个花，各位在网络上这么多人在看，他们还会传片子，这么多人在看，那大家一看，大家都同享功德，见即解脱，闻即解脱，也这个花的庄严跟上供下施，跟众生结缘，大家同享功德。所以学佛让我们大家这么样的快乐啊！所以现在大家我要念一些超度的咒语，然后
因为很多人写名字给我们呢，大家一起来消灾超度啊。我们在网络上还有一个，他们叫海涛法师日日超度啊，胎儿超度，甚至很多人传往生者或生病者的相片或名册，在各地方菩提心宝宝汇集起来。所以我每天啊可有一点忙，但是我有一个告诉各位，不是把名字写给海涛法师一个人超度，记住是大家一起超度，好不好啊？你看到那些名字，他们有留言，网络你就会一直帮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跟他结缘了。啊，重点是你自己就升起了悲心，看到他要祈求消灾，你帮他念观音菩萨药师咒；看他祈求超度，我们的功德就不断的为他而做。所以各位每天可忙了，就算没出门呢，秀才不出门，人知天下事。各位从网络里面啊，微信、微博，各种的网络，各种的功德都在里面。你看了相片，你听闻到了，或是你观想，而且你也知道大家都在做，每天都随喜随喜。就像我每次比较有时间，南无常住十方佛，我就停好久。为什么？从我每个国家去拜过的佛，好像都又到那边再去拜一次。啊，就像过年很多人拜千佛，贤节三千佛，啊，过去节现在节叫三千佛，那每一尊佛我们都礼拜，就像各位每天拜八十八佛或三十五佛，那每一尊佛我们都去供养了，都去礼拜了，啊，都去得佛的加持乃至灌顶了，那这些功德就回向给所有众生。所以我现在来念，那各位也念，但是希望各位一直回向啊、哦、啊，回向给你周围的人事物，回向给你报纸上看到的任何一件事情，痛苦的希望痛苦赶快过去，快乐的希望他也从快乐里面又懂得修行习福嘛，而更好，让他好更好。有钱人从世间的有钱变成以这个金钱化为不兼财，化为兼顾财，懂得供养三宝，帮助贫穷，啊，化为功德法财。每天都看到有人往生，有人受苦，我们都不断的回向给他们，啊，希望化解他们之间的对立，希望大家都快乐和平啊。那么不动如来，那么大大大呀，我干干你，干干你，落大你，落大你，坐大你，坐大你。这三年，这三年，这地方呢，这地方呢，少啊，干嘛？巴浪巴浪那边少啊，这都难做。说哈，南无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耶陀耶陀利耶他，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悉那波比阿弥利多毗迦那帝阿弥利多毗迦那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沙婆诃。南无药师如来。那各位，你念药师佛，他就得到药师佛的所有功德。药师七佛合起来的44个愿。啊，他们通通得到，明年一个阿弥陀佛乃至名号经典咒语，他得到阿弥陀佛累劫的功德，极乐世界的功德，阿弥陀佛48大愿的功德，不但如此，愿大众都了解，都得到啊。那么波揭波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波罗波诃那世耶那他揭多耶那罗帝三藐三菩提那智多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萨摩揭谛梭哈。那各位念咒的时候要用心念，当你念咒，然后这个心的光，你看就放射出去哦，所有众生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得到你的爱啊，得到你的爱的力量放射出去啊。所以你的爱菩提心要如太阳光一样，也要如甘露一样，如水一样啊，如衣服一样，众生需要什么就化成什么去帮助对方啊。我们念七佛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啊！所有动物也得到超度，特别海鲜水产。南无宝髻如来，南无宝髻如来，南无宝髻如来。唵瓦西波罗摩尼梭哈，唵瓦西波罗摩尼梭哈，唵瓦西波罗摩尼梭哈。随喜很多居士经常到菜市场，特别很早，他们就去买那些要被杀的鱼，各种的动物，然后就赶快去救护它，太随喜了。但是没有办法救到了，甚至他已经死亡在那边了，我们要请佛菩萨加持超度他，为他念佛号啊，阿弥迦那嘎，阿弥迦那嘎，阿弥迦那嘎，哈夏沙玛哈，哈夏沙玛哈，哈夏沙玛。
妈妈古林上面的，妈妈古林上面的，妈妈古林上面的，嗡阿比拉吽，嘎达拉玛梭哈，嗡阿比拉吽，嘎达拉玛梭哈，嗡阿比拉吽，嘎达拉玛梭哈，嗡嘛呢呗咩吽，嗡嘛呢呗咩吽，嗡嘛呢呗咩吽。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短短的慈悲共修就到这个地方，祝大家都感情快乐，有情人都快乐，大家懂得用佛教的因果智慧来面对超越感情的问题，也把感情都变成一种快乐的力量，慈悲啊！明天又是元宵节，哦，愿大家都像灯一样的光明，大家都发起了菩提心，来关心众生，世界充满爱啊，来转化。所以明天也是大功德日，大家也会广修功德，所以我们来随喜所有上供下施，一切一切的善业功德来供养回向。特别那些可怜的动物啊，希望大家都戒杀吃素，好不好啊？啊，戒杀吃素还是消极的，积极的推广因果啊，积极的护身放生救护超度，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啊。来，愿以此功德，所有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苦厌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祝大家感情都很快乐，大家都慈悲，大家把爱扩大，大家都满愿。内耳塔半转嘴，阿瓦波达那也说哈，感谢所有护持者、参与者、布施者，同享功德。阿弥陀佛。